第二排织好后，将棒针调个方向，织的线始终在右边，右棒针从线下方反挑第一针不织，第二针织反针，这一排和上一排是相反的。接着绕线到外侧，织三针平针。接着三针反针，三针平针，重复循环。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颜，你的手我攀上再见，请带我去明天。我们来总结一下规律吧。第三排和第二排是相反的，第二排织平针的地方，第三排就织反针，第二排织反针的地方，第三排就织平针，平针织出来就是这样的 V 字形，这里有条线的是反针，最后两针织反针，每一排都是以平针开始就以平针结束，以反针开始就以反针结束，第三排就织好了。直到遇见了你，我只喜欢你。